第二关总工会姚家烈馆长张阿冠到南阿嘉义场担任感谢会讲师。馆长以新时代和灯会为主，向乐港朋友来说明这几年来嘉义县推动的重大政策，也希望借由这政策进一步促进乐主双方的合作，让嘉义地区更加来发展。咱的政府的政策必须要考虑到企业的这的问题，就对土地、水电、人加环评的可预测性，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因素哦。啊无吼，咱去年全世界212个国家内底，咱排伫吼207名吼，就是讲国外的投资的比例来排名吼，表示说我们的外资一般来讲对台湾无啥信心，把这些经验跟我们的劳工朋友一起来分享，一买当了解吼，因为劳资双方是唇齿相依的吼，没有资方就没有劳方，没有劳方资方有。也很难经营下去，所以必须要两边互相，我们基本上嘉义是中小企业多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嘉义将来能够有更多的税收，改善我们的财政。馆长讲，以产业面来看，劳资双方是唇齿相依的，无资方就无劳方，反过来讲，无劳方资方嘛歹经营，以引入三个工业区的发展，希望会当吸引更多厂商来。会当带动地方发展欢迎之外，嘛希望会当把少年人留伫在地，共同来为家己打拼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